妈，去干嘛？没事，我出去溜达，顺便把车开去保养。不错，我咳嗽。开启迎面识别。Access denied. Access denied.蜗牛，你马上有嫂子了。开启人脸识别。小黄生的蛋，你们也下得了手？你怕我，他不杀你就完了。就一次。吃什么放狗鱼？我小时候不是酱油拌饭。
换一边的主机。密码错误，密码错误。完了。